台风摩羯逼近香港，天文台傍晚6点几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，飞机航班首当其冲受到影响。香港快运宣布取消16班原定9月6号起飞嘅航班，涉及有香港飞往日本、台湾同埋三亚等地区嘅飞机。有6班机原定星期4出发，亦都因为台风需要改期。不少乘客都未雨绸缪，4点几就嚟到机场，希望可以顺利上机。但系就话我哋喺闸口都做啲排队先，即系因为知道今晚会打风。本身系几点嘅？7点，夜晚7点。即系今日真系早啲到。系啊系啊。惊交通会塞车啊，系啊，惊会好多人啊。要看就是台风，就是影响交通啊，会塞车。有但是就早点过来。结果都没有雨。本身是6点40分。咁我早啲到。啊，系啊，早啲到啊！我哋都好惊，因为佢嘅我朋友嘅系6点嘅班机，所以我哋就提早搭巴车，搭个公车嚟到。